海与岸的交织地带是一片茂盛的红树林。红树林是珍稀濒危水禽重要栖息地，红树林所在的潮间带也生长着众多的鱼、虾、蟹和贝类。高潮位，白鹭站在高处休憩，潮水退去，白鹭在滩涂上静待美食现身。这里热闹起来，弹涂鱼跳跃出场，率先在滩涂上觅食。发达的胸鳍帮助它拖着身体前行。螃蟹邻居并不友好，它只好潜回水中。蟹手螺难得露头，负重前行。大眼蟹小心翼翼，探出火柴棒般的双眼。它们是滩涂上最活跃的群体，稍有风吹草动，立即潜入洞穴。白鹭专注地盯着，青角鹬捕获弹涂鱼，胆小的探出双眼观察，胆大的结伴而出，躲在水中也不一定安全，同伴接近领地，他会主动出击。这个大个头淡定地看着，有条不紊地刮取淤泥，丝毫不受侵扰。旁边的同类们为了领地纷争不断。这是儋州湾的湖边招潮蟹家族，他们在洞穴附近活动。洞穴可以躲避天敌的袭击，是他们的生存保障。这只雄性招潮蟹正在清理大螯，准备外出。遇到心仪雌蟹，它会挥舞大螯，驱赶周边的同性。大螯是雄性的象征，可以威吓敌人或者求偶。雌蟹被带进巢穴，角落里，角眼切腹蟹挥动着小螯，仿佛进行着神秘的仪式。这里是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，下集的主角将是他们，敬请关注。